教育基金会的教育力的评比，或者是各个媒体，包括天下杂志、远见杂志有关教育满意度的调查，我们总是名列前茅，甚至是全国第一。我想这些成果都是所有老师、校长以及教育同仁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今年我就会卸下这个县长的职务，回想过去几年跟各位老师、校长一起打拼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，也非常的感动，更是非常非常的珍惜。谢谢所有老师跟教育同仁的付出，为地方的教育，为我们的孩子的成长，我们打造一个非常优质、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，让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健康的成长，快乐的学习。我想，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成果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，也非常的珍惜。在这里，我也期许所有的老师、校长跟教育同仁们，珍惜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成果，继续以教育为一生的志业，了解教育是一个百年树的一件非常伟大的志业，继续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成为一个知书达理、素德兼修、敬业乐求的优秀人才，可以为地方的建设投入他们的专业，也以他们专业服务人群、服务社会。谢谢所有老师，谢谢所有的校长以及所有教育的同仁们。